来湖北，回湖北第一餐必吃豆皮。嗯，外面焦香酥脆，里面就是糯米。三鲜就是指的香菇、香笋，还有里面的鲜肉，它的肉丁切得非常大。在武汉，基本上每一家综合性的小吃店都可以吃到三鲜豆皮，正好赶上师傅做豆皮，我们一起看看吧。一碗吃完的话，估计到晚上都不会饿。现在翻过来看一下啊，里面是一层鸡蛋皮裹着，肉丁都很大，里面应该是有十几个，然后长得像榨菜一样的东西叫做鲜笋。嗯，这是我吃到最好吃的豆皮。